喂喂喂，又嚟到呢个开箱时间啦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开箱一下呢架喺油站换翻嚟嘅1:64车仔啦。咁其实就呢架嘅Benz AMG GT 3咁啊，呢一个 Shark Speed 嘅13号车，咁就喺油站换翻嚟嘅，草分换翻嚟嘅。第一次就因為我本身冇玩開啲1:64嘅精緻啲嘅車仔啦，都係玩開啲 Tomica、Hot Wheels 咁啊，比較少玩開呢啲咁啊，開箱一下啦。咁啊，首先咧佢就有一個膜包住嘅，咁啊，嗱你睇下呢個膜連呢個盒嘅，大家睇到。看到個透明的膜在這裡，這些盒都通常都是一直一個欣賞的位置，後面有些花紋不知道跟這個應該沒什麼關係，跟車就是跟這個品牌這個64 Para 有關係的，64 Para 那好了。那也都看回有個雷射標貼 Benz 雷射標貼，還有就列印了這輛車的名字。好啦，咁啊，再睇下呢一架車，咁啊個盒底都印上咗呢架車嘅名同佢資訊啦，少少，咁啊亦都睇到呢一架嘅 Benz 嘅車嘅外貌啦。老實講咧，係比我想象中型嘅。咁啊，坦白講，我對於 Benz 啲車咧就一般般嘅啫，但係呢架睇落都型嘅。咁啊，開箱一下先。要怎樣開呢？就這樣就開到了，開了個盒出來，讓大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。那麼 Mobile 那麼我是挺欣賞這輛車的一個外觀的，那麼即是很多 details 位啊，這些這樣旗仔啊，這樣這個 Benz 的這個鬼面罩 這些這樣的凹凸位置也有進行一小部分的賞識啦，那麼非常之誇張的一個尾翼啦，那麼整輛車的外觀呢我覺得都挺型的，真的我本身真的完全不是 Benz 的粉絲，那麼還有這款車我都是麻麻地，不過九分我又都冇咩好換，但又儲咗堆分，咁不如換架車仔翻嚟啦。咁啊，係啦。咁啊，但係其實真係啲 details 位，我唔知係咪1:64就應該要做到咁樣啦。你睇啲轆啊，咁樣啲轆，咁啊有呢個咁嘅 details。